我们是中罗三歌艺协会哈，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已经好久好久一段时间呢，没有来做公益爱心的演出。今仔日在咱这个上水的文化宫，民众哦，感情最热闹的所在，要来做公益的表演了哈。啊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今天呢，我们是跟世界和平会搭配，我们今天所有的零钱捐款还有发票，所有的金额呢，都全数会交给世界和平会。这些俊男美女呢，今天都是义务的来开唱，听好歌，做公益，人生最快乐的一件事啊哈！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哈，今天的场次节目相当相当的精彩了哈。然后下一个场次呢，底下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哈，即将在下个星期六啊，今天星期六，下个星期六，国历的10月2号，10月2号呢，即将在中央广场。咱嘉义市古心里北园中央广场，赶快底下搁有一场盛大的公益演出，希望大家到时阵搁来遐台湾聆听，做公益，做爱心哦，谢谢你。那首先呢，我先来唱一首歌曲，歌曲的歌名呢，叫做《暖爱帮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你。